你是什么人？嘿嘿嘿，你又是什么人？嘿，快走！前辈，什么前辈不前辈的，快走！ 小姑娘，郭大侠在吗？郭大侠可能出事了，一早出去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那花如梦呢？盟主还有另外几批人手，你都出去寻找，一个也没回来。我知道了。走吧。 是吧？刚才跟你交手的那个鬼面人的武功很厉害，后面的那个鬼面人也很厉害，可是他好像是来帮助我们的。 大哥，你人好，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来帮助你。郭姐，你们两个果然在一起。杨善，你想干什么？小玉，前两天我们不是还在一起吗？走吧。杨善，你处心积虑的多次要陷害我，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？ 国兄，我们两个兄弟一场，我怎么会陷害你呢？我曾经多次为你辩护，只可惜朝廷上下、江湖之中、京城内外，也无人相信，而且你犯下了如此大案，我要抓你归案。来吧。 杨善，郭大哥伤势未愈，你不要趁人之危。原来你伤势未愈，那是天要灭你。你让开！其实我很想教你这个朋友，你要怪，就怪那本奇书吧。我也很无奈，现在我就只有送你上西天了。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陷害我了，所以你就更该死了。那就来吧。 郭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！
惜呀、啊，我们又损失了两名武士。哼，毛员外什么时候变得仁慈了？啊，这只不过是投石问路，只要能证明神仙居就是他们巢穴的话，再多几条人命又有何妨呢？倒也是，杨兄说的不错，原先问题浑浊不清，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下边该怎么办了。什么人？陆某是特地来收拾你们之人，上！有什么人闯入？什么人如此大胆？不是别人大胆，而是你杨兄太大意了。这边，别躲，别躲，别躲！相见的是啊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二龙戏水，你们不是有上百名武士吗？人呢？嗨，都埋伏到二郎山了。哎呀，王爷莫急，让他们先打着，任天鹏马上就来，一会儿让他来收拾他们。哎呀，六叔，他到底在哪？神龙摆尾。哎呦！哎
大人。花如梦他们已经杀到门口了，你们两个前去助阵。是。你们两个帮我看好郭杰。是。郭大侠说的对，回头是岸。小玉她现在很危险，咱们快去救她，走。心活捉，拿下！小玉，郭大哥，郭大哥，韩冬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背叛老夫！杨天鹏，像你这种不仁不义之人不叫背叛，韩某只是弃暗投明而已。自古以来邪不胜正，我看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放肆！老夫今晚就让你们命丧于此。来打发他吧。你是什么人？咱们是老朋友了，你听不出来了？师父，
六皇叔，你还没见这一面，怎么可以走呢？大胆！六皇叔，你要再不俯首认罪的话，朕也不能原谅你。臣叔实在该死，臣叔罪不可赦。在这儿呢，他们在这儿呢。皇上，皇上，臣等部下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宋爱卿免礼平身。谢谢皇上。宋爱卿，随朕一起回府。谁杀了你？我要给你报仇。谁呀？出来！出来！有种的出来！我杨善不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霍小玉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些人的下场你都看见了吧？你若是再不悔悟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了。霍小玉，你不要猫哭老鼠假慈悲，我杨善此仇必报的，我要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你报仇你报得了仇吗？你的同党全都死了，杨天鹏也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杨大侠也死了？第一个死的就是他，他死得很惨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，所以我就一直等在这里。别说了，你给我走。我若是走了，就再没有人能帮助你。滚！我不需要你帮，要再不走我就杀了你。滚！滚啊！镇长，谁说我输了？这叫天无绝人之路，我没有输，我杨振德没有输。你的条件完全可以享受帝王般的生活，但是也可能在今天晚上你会命丧黄泉。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，截然不同，就看你做如何的选择了。
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郭某喜欢走自己的路。那你是不识抬举了。你以为你学了点奇书内皮毛的武功就能称霸天下吗？在老夫的眼里，你差得远着呢。哼，吹牛。吹牛？今天老夫就让你们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武功。哎，要跟你单打独斗。郭姐，老夫想要收服你自然有十分的把握。阿姨，我看这鬼面人是真正的高手，我去抵挡一阵，你们赶紧撤退，万一发生什么不测，你们赶紧到镇里的神仙居去找花如梦。天意如此，你现在手臂受伤，更不是老夫的对手了。我劝你赶快归顺老夫，这样还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。但是一定要把奇书帮我弄到手。想从我的手里得到另外一部奇书，必须先赢了我这把剑。我本来想留你一条性命，现在看来你的小命是留不得了。假扮老夫，我是何人？你又是何人？我乃捕鬼捉妖之人，今晚前来就是要捉拿你这个妖孽。来吧。嘿，来。召集了天兵天将来抓你啊！你们饶了二将一命，下次见面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奇门遁甲，我知道你的身份了，哪里跑？今天晚上的感觉真是奇怪，像是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其实我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不过，柳姑娘说得好，像梦一样，咱们在梦里打了一架。郭兄，你受伤了，伤在谁的手里？花姑娘，久违了。师妹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，这位是柳无双，柳姑娘。是柳姑娘啊，辣手仙子柳无双，我早听说你的芳名了。郭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以后我再跟你慢慢解释吧。郭大侠乃真信人也，你的胆略让人不得不佩服。起初呢，人呢？放心吧，跟我来。花姑娘活着的话，就拿你背上的奇书跟我换吧。
了吧。走走。失去你了，我答应过师父会一辈子照顾你保护你的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哥，躺在你的怀里真温暖。师妹，
抓活的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杨玉林押回庭审，待刑部讯问。善儿，麻烦来了，你们两个先上前应付，记着，只许输，不许赢。喂，你们两个下马，下马过来，说话。为什么呀？你们几个挡在路当中干什么呀？什么干什么？你们三个哪一个是京城第一名妓？京城第一名妓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把郭姐交出来。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你们要找郭姐就去找他呀，找我们干什么？难道你们连郭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吗？你郭姐是大侠，你们不敢去惹她，就来欺负我们三个弱女子，是不是？老大，不要跟他们扯了，我们要找的是后面那丫头。你们把郭姐交出来，大爷就不找你们的麻烦了。你这个人真奇怪，凭什么要找我们家小姐的麻烦？要找她麻烦也可以，那得先过了我们这关才行。好吧，你们想打架，就让本大爷先教训教训你们。
小丫头片子，我下一次再收拾你们。快走。让开！喂，站住！站住！卖菜了，卖菜了，新鲜的菜呀、啊，卖菜了。老铁，老铁。哎呀，小姑娘，里面请。嗯。老铁，我想见郭大侠一面，麻烦你通知他一下。没问题啊，郭大侠交代过了，只有你来了才算数，别的人呐一概不理。你说吧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？那就。明天午时在神农祠堂好。放心吧，我老铁一定把话带到。大哥，您看看，新鲜的菜，啊，啊，买点吧。对了，还要麻烦你告诉郭大哥，霍姑娘已经平安脱险，叫她不要担心就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姑娘你放心，没问题。嗯，谢谢老铁。好。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啊？这么惊天动地的我是来找杨善的。姑娘，你是？告诉杨善，本姑娘叫霍小玉。霍小玉，啊，那姑娘找我们家大人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找他算账的。哎呀，霍姑娘，你找我们杨大人算账，就到衙门里去找。这万一给我们家老夫人听见了，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啊！什么什么也得不到了？你说的话我怎么不明白呢？以前也有很多姑娘找上门来，结果都是到衙门私下里解决。霍姑娘，你就听老汉的话，不要在这里吵了。你到衙门里面偷偷的去找他，他不会不负责任的。你是说，以前也有别的姑娘找上门？那当然了，凭我家少爷的人品模样还有官位，哪位姑娘不爱呀？姑娘，你就安心吧，我家少爷虽然风流了一点，但是人品还是好的。你只要闹得不太凶，我家少爷就不会不管你的。哎，孩子，你就听老汉的话，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我要关门了。干什么？来啊，将他给我拿下！是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走，不由，我们没犯法。大胆老铁，你真要拘捕吗？好，我就到衙门跟你们讲理去。老子又没犯法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带走。参见教主。免礼。各位，过去的玄阴教已经消失了，从今以后我们玄阴教一定要堂堂正正地行走江湖，帮助贫苦的百姓，同时要帮助朝廷抵御外敌，所以我们使用的武功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武功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今天呢，我传授给你们救命三绝剑，这套剑法既可以在两军阵前使用，同时也可以在两人对决中使用。这第一式叫偷梁换柱，见。教主。
给你们的救命三绝剑，你们所蕴含的虽然都是普通的招式，但是却可以在危难时刻保住你们自己的性命。所以呢，你们要把这三招练好，以便在今后的交战中使用。开始吧。你们干什么这是？这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给他绑起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快点！你们为什么绑我？绑我干什么？你们奉谁的命令？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放开我！在这儿，我就是法，我就是天。杨大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其实都只是一些小事，只要你说了，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马上就能放你。如果你要不说，或者说不清楚，那你可要吃苦头了。你又何必吃这种苦头呢？你问吧，能说的话我老铁自然会说。老铁，你只要说出来，萧云早上到你的店里是为了什么，还说了些什么，我不但会放了你，还会重重的赏你。呸！你把我老铁当成什么人了？卖友求荣的人吗？你休想！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，有什么手段你们就使出来吧，看老子会不会说。老铁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来人呐，烙刑伺候。招还是不招？招你娘个头！龙行。破醒他，继续审问。你怎么来了？老铁让你来的啊！是啊，而且萧姑娘有事要见。在哪儿？她说，明日午时神农寺堂内相见。还有一件事，萧姑娘让我转告你，霍姑娘平安脱险了。哦，这个是好消息。郭大哥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口信带到，不打扰你了。好，等等。好，把这个交给萧姑娘，这是密旨，一定要保存好，今后也许会用得上的。好，郭大哥，那我先走了，小心点。好。大人，怎么样，招了没有？昏倒七八次，身上都快烧烂了，还是死不肯招。那我们得换个刑法，非逼他招了不行。换个刑法？卑职不明白大人这话的意思。有些人来硬的不行，一定要来软的。有时候连哄带骗的方法比上刑来的效果还好。嗯，大人真是高人。这个老铁没有离开过店，一定还有一个人给他通风报信。我要让你亲自跑一趟，把这个人给我骗过来。我让你看看我是用什么方法怎么对付他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这位姑娘要见萧云郡主。哦，霍姑娘，你找萧云郡主有事吗？她一早就出去了。她有说去哪儿了吗？她是贵客，下官怎么能问呢？霍姑娘，里面等吧。
喝杯茶，也许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霍姑娘，请。啊，谢谢你了。如果他回来，请转告一声，我来过就行了。郭大侠，您的菜啊！我等寻遍了京城，也找不到郭姐的踪影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听到了风声，躲起来了？我跟你说呀，不会呀，还看着他。是吧？他是聪明人，就应该知道。来不了初一，免不了十五。来来来，喝喝喝！前辈，卖白菜，你好像对郭姐似通匈奴之手，现在卖白菜，心中仍存有疑虑。江湖险恶，无奇不有，也未尝不见得有别人在陷害。你我身为江湖中人，更应该讲究证据确凿，不可妄下定论。说得对。杨大侠马上就要来了，可是我们武林公认的领袖，听听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。好。哦，小友。你也来了，嗯，很好很好。杨大侠，哦，哎，杨大侠，程兄你好，杨大侠好，这边请。好好好，请请请。各位武林同道，请坐，且听杨某一言。啊，据杨某所知，各位。来到京城，因为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函，信函中已经表明了郭姐和齐叔的关系。但是诸位可曾想过，信函是何人所写？其目的何在？是为了匡扶武林的正义，还是为了陷害郭姐，制造混乱而从中牟利呢？两部奇书。已经失踪了百年之久，不但江湖中人想要得到他，更是朝廷追查之物。如今有人举报，必有原因。以杨某的意思是，无论如何，只要找到了郭姐，此事就可以调查清楚了。我们愿意追随杨大侠，彻查此事。杨大侠，你有关郭姐私通匈奴之事，此事。更要调查清楚，私通外敌，危害家园，就算他是武林中人，也不可犯下如此罪恶。如果调查清楚的话，我杨某人绝不会放过他。我们愿意追随杨大侠，追随杨大侠，追随杨大侠，追随杨大侠。老铁，你是谁啊？嗨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见到郭大侠了吗？你看，我都等你很久了。不是，你是？哦，我是萧姑娘，还有杨大人的朋友，跟郭大侠也是很熟的。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，你看我穿的这身军装啊，模样有点变了。哎，以前啊，你肯定见过我的。那老铁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杨大人请吃饭，这萧姑娘呢就带他过去了，所以啊，他让我留下来等你，请你也喝两杯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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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让他们等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来来来，坐。杨大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哎，哦，郭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啊，老铁和萧姑娘呢？怎么不见他们呢？啊。是这样，老铁和萧姑娘出去办了点事，吩咐我说一会儿就回来。来来来，我们边吃边等吧，跑了一天也辛苦了，敬你一杯酒。好。嗯，有郭大侠的消息吗？有啊，我已经见到他了。你看这郭大侠也是啊，要不跟我们一起喝酒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说走就走了，也不知道他何时能回来呀。是啊，有他在呀，那就更热闹了。不过明天他就回来了。明天？不对吧？
他好像跟我说后天才回来啊。不对不对，萧姑娘已经约了他，明日午时在神农祠堂见面。你能确定吗？当然能确定啊，明日午时在神农祠堂见面。既然你已经确定了，那这酒就不必再喝了。来人，要！杨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得到郭姐的消息。匈奴的密旨，这真是天助我也！把他押去，让他跟老铁关在一起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到死也不会放过你。郭姐，这一次我可以整倒你了。把这两个人处决了吧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不过要做的不留痕迹。属下遵命。轻举妄动，小姐，小姐，姐姐，保安，小姐，到底想怎么样了？我要杀了你，为那些被你欺负过的女孩子报仇。哼，就凭你吗？小玉，在下虽然喜欢你，但也实在无法忍受你的一再纠缠。现在很简单，给你两个选择：你是回到你郭大哥身边，还是跟我走。你，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，
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。